我应该先唱的。唱给你一支歌，唱给你一缕炊，一条小专业了吧？你这唱的，这是你这个是属于谢谢，这天哪，职业选手这样吗？啊，我在音乐学院上学，还没毕业呢。嗯，大四。哦，好厉害啊，家人们！他们说想让你唱《罗刹海市》，我输了，家人们，我赢了我还能点一下，我这输了可以可以的，你唱完咋办？我再来一个也行，或者咱俩再互动一下也行。
好，行，嗯、那你先唱你这，你这唱完了我都不敢唱了，这咋办呢？啊，你这唱完我都不敢唱了，我跳舞吧，要不？可以啊，好吗？可以。对面、嗯、对面兄弟们喜欢看跳舞吗？等下，喜欢。我们直播间啥都喜欢。我这唱歌，我不是专业的，我是半路出家的，我学主持出身的，没学过唱歌。那你跳一个，玩会儿，嗯，咱两个再唱，再一人来一下就行了，咱就不那个啥了，不打了。他们说唱，他们。他们说唱，台湾你跳科目三，科目三你们想看吗？想看科目三吗？那你会跳长安城吗？我会跳那个科目三，长安城的话，我今天衣服不太适合跳哎。嗯，反正哪个都行，你跳个舞吧。好，那我来。我喜欢看美女跳舞。哎、科目三是吧？嗯，要看科目三，那我跳个科目三。嗯，互动一下，如果你输了的话我给你跳科目三，你输了的话你给我唱多下，我输了我给你跳科目三。那你现在跳科目三，你下次输了你跳长安城。我现在给你跳长安城好不好？行，等一下我再跳科目三。好、啊、嗯，压一下，来咱们来一下，跳个什么长安城是吧。哦、谢谢大家，谢谢他们说我看的比他们还投入。哎呀，姐姐长得又漂亮，跳的又好，怎么了吗？没有，你谦虚了。我这个唱歌这一块，你唱了我就肯定不敢开口了。没有，唱的太好了，你太专业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好羡慕你啊！就是我以前也是想学唱歌来着，以前家里不支持，后面是自己做了直播以后啊，自己花钱请老师学的。所以的话也是半吊子，跟你多学习学习。没有，咱们互相学习。